哎，排到了我，排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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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震岳排到了。兄弟，我们三兄弟，我们三兄弟杀！哎，拿出点，拿出点态度，拿出点诚意，好吧？我们三兄弟上马分，好吧？蓝本达，点就赢。兄弟，我上厕所，我直接剑圣帮你加血。三兄弟不能乱搞，好吧？必须上马分，兄弟，直接他妈干死张震岳！我们这个名字也太搞笑了吧？超畜生！超畜生！哈哈哈。他妈陈俊又在玩他那个碧龙骑士呀，妈闹麻的呀，这给他。哎，怎么感觉阵容被爆了，兄弟们？被爆了，这把好难发挥，兄弟，好难发挥。哎，这把感觉记了啊，这阵容。有点。剑圣有什么用啊？不是你这剑圣到底干嘛的？不是我二选，我也看不到，我就看到这边先知加萨尔，我选个剑圣没问题吧？啊！不不不不不不不！牛逼，怎么说？杀不杀萨尔？杀不杀萨尔？没啥的，哎，我想杀，我想搞虚空假面。牛了逼的，牛了逼的，牛了逼的。还蹦吗？还蹦吗？有蹦，有蹦，有蹦。下了打爆了已经。我好像也要死。天辉信使已被打在这里。我们打。焰眼信使已被击杀。杜牧一个兵补不了，好吧？他的现在永远在我塔前。啊，没事，虚空假面也玩不了。贴贴我贴。贴贴贴。稳了吗，中路？哇！拿下张震岳，不多说好吧，直接给他拿下好吧，变龙拿下好吧，不多说好吧，他到点了，我在赶猪哥快到了，赶什么什么东西啊？能杀到先知吗？我在。能杀，先知能杀，弄到就死。我要颠覆啊！别被先知偷了。你吸脸上的吧。哎，我操你的，这萨尔那个贱狗呀！没丢吗？把仙子丢我脸上呀！没办法，你他妈死！不是你把那仙子丢我脸上，然后你再煽动他们两个，再把那个莲花喂我，不全杀了吗？我没喂，但我能没有这个想法吗？我没喂，喂过仙子的。你妈我喂仙子时，我喂仙子时你被踢了，你傻逼吗？你他妈那个萨尔有点克你，还没发现吗？没办法呀，咋办呢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我操，这个地方你妈树太多了，出不去。我好恶心啊！我也被那些人偷了，这个就你操！这么想干我？我被滚滚空服了，没跟着你，带兵你去吧。兄弟们！操你大爸呀！有雾吗？我跟萨尔去开雾，干波剑圣好吧，先知有飞吧。我在上。哎，可以看一下，我跳动。先知能飞吗？先知。他没。啊。没事，递回来，没跑，没大了。我操，没大，没注意我的。带我，一定要带我先走，我先走。萨滚滚，萨滚滚，别来关键。操，完了，开始输了。
人呢？我在看，我在看，我在电梯。啊！好弱呀！我上二塔，我就一级大呀，上二塔推得动吗？有剑圣的呀，还有棒子的呀，四级棒子给压力呗。啊，下路线好爽呀！妈，刚才想传下去坐一下似的。哦，我好卡，我怎么127的病啊？啥情况？我他妈又怎么加速到印度去了？哎，不行，我等下得暂停重进一下。哎，不行，我退一下了。退。我他妈去印度了，啥情况？零输出，我操！他妈的，杀人再吃力一点。他过来搓兵，他过来搓兵。可以，造了，造了。Nice。不用大，这个不用大。哎，啊，这个呀，哎，兄弟们，妈的，以为一个都杀不了的。可以血赚，血赚。没你兵。对，我把他下跑，让他。他妈丢我们老兵去！来了，弄我来！啊，兄弟，技能吃完了，交给你们了。完了，不对劲啊！现在怎么两条命了？完了，我死了，兄弟！我这波怎么走远了？根本都不来啊！他叫我一个，飞算了！啥情况？这些人呢？第一时间？你傻逼啊，在的！好了，就是滚滚不在，狗死了。滚滚在，他们第一时间就融化了呀 ！DKP 都没有的动物，加他妈龙骑也能跳过来了。哎呀，他虚空是没大了吧？上高吧，我有大。姐妹们，我不A了。可以吗？你这波怎么不一定推得掉？我说实话，我咋办？我帮你沉默了，沉默龙骑。冲啊！有这么怕吗？仙子，帮我！马上沉默。知道。那就死呗。动！哎！哎，我操呀，这仨！啥情况？弄我，来气了！马海兵，杀龙骑！回来吗？修有大，打不了了，快跑！谢谢，到了我。丢了，我靠！杀！随便杀，这波。杀呀！还能不动他妈的逼！徐坤没大，这波上高，上高。给你鞭子了，猪！我给你鞭子了，对，把他杀了，贱人！上高！动回了！啥情况？动不一回，敌人就往后退了吗？回了！打着我再靠过来了，哎，跳过来了，动过来了，杀动不波，再控一下我的电瓶，我再下来我的电瓶。三妈，可以。来了，都买了。来吧，兄弟别怕。哎，没沉默到，我操！没BB的，哎，没大，兄弟招奶爸了，兄弟。胸大。杀。对，有龙骑，龙骑，留下去。打龙骑，冲着，炮灌。这张成军跟我们三兄弟打能住？没办法，我们这阵容太扎实了。我不是阵容被爆了吗？我意思是我们人太扎实了，兄弟。那确实，我们五个人太扎实了。我们五个国人，好吧，对面确实打不了。杀呗，虚空没大，虚空大没好。来，开雾，我们再开雾。有眼没闪掉。来了，我来了。这你走一走。
干走吧，我被吹了。哎，往东有大米，哎，东不到弯，啊？不可以啊！可以啊！我操！我召唤姐妹了，我说。啊！我怎么转到那边去了？不是啥意思啊？帮帮我，朱哥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姐妹们来了。这皮鞋怎么落了？皮鞋啊！啊！大坝呀！别落呀，皮鞋呀！我没货。V 呢？没 V。你是最后一个来的，我是少来的，你觉得呢？我打不掉。回魂！哎，我操，差一秒回魂。上你玩啊，没打，随便打。这把 cosplay 一把 K 万兄弟，你还没反掉，有没有反掉？我操！他妈逼，老子也搞不懂他为什么他进的是 C 了嘛？打没波你妈！搞不懂了，那怪好了，你妈太变态了！你这动我来干嘛？我一点事情你不说吗？兄弟，我只能说剑圣毕竟是输给小刘下下的英雄。你他妈唯一的作用就是这个奶爸之类的吗？兄弟，那剑圣这个英雄的核心不就是奶爸吗？选出来不就差奶爸的吗？有点道理啊！妈的，兄弟，我奶爸你就说是不是发挥到了极致？哎，不是，你为什么这把没出狂战斧啊？这边我这个英雄毕业了。哎，你打剑圣为什么是雷锤啊？不是狂战斧？大电剑圣出大电输出高，狂战那个。你打先知没狂战斧也能玩吗？随便玩，随便。我有一仗随便斩出去，杀。如果大追风，我能救你们的，兄弟，在这右边贴着，看到没？右边贴着。那我忙逼了呀！后面。操你妈！什么操作啊，皮蛋？我想出这个。啊！别怕了，我操！哎，我被踢回去了 ，nice！ 我怎么了？我该死吗？反正我被踢回去了。我靠！没事，快！我发挥了我最大的价值。我这波死血又完了，又把张张文静又不用。我肯定把他妈的，这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给我翻天！喂，没人吗？你给他打呀，皮蛋，我不相信你。打警官，你打不过他吗？我操你妈！太变态了，这徐工太变态了，兄弟，我不行了，我。哎，对面这个班子确实跟我们打不了，差距有点大。太弄死了，弄死了，进去干他！我说，进去狂一下。怎么说？他妈先干他呀！怎么说？我打半路哥。不知道呀。哈哎，我大追风你没啥用啊！我大追风你要怎么？哎，完了，被捆住了，我没办法用这个极光器了。兄弟不是我，我抓晕了，没闪路，怎么办？他妈 A 呀，他妈 A 不掉吗？啊 ，A 不掉了！兄弟，出汗了！他有他妈打得过我们三兄弟吗？我没血，没棒子，哎，先是干干。人活了这边都，哥们车都没有，干个鸡巴还送吧？完了，滚滚倒了吗？哦，反转了兄弟们，牛逼，有的搞，这老子妈都准备去吃饭了，我操！我这边弹幕还在来气，哎，我现在越来越相信波高是你指挥的了。好吧，我只能说还好在直播，他妈的就看录像到底是哪个 B 指挥的。杀你他妈杀，肚肥大。这个扎成俊，等我，扎成俊快！有没有这操作？等我一下，BT 丢回来。啊！怎么他妈都是谁呀、啊？不是，你妈都是谁呀、啊，兄弟？叫！秒出吗？不许吗？别急，这波还能打，文本来了，能打。啊，没沉默到，完了，兄弟。说明先知。完了，哎呦，完了。对啊，你棒子干嘛？
我说你妈啥情况？不是救回来的人吗？怎么又回去了？我斩他呀！我丢的剑，啥意思啊？你他妈丢 DP 呀、啊？丢我干嘛呀？回了，回回了，你真的别啊！没打吗？不知道呀，应该打不了了吧？打不了了，打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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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我操呀！啥情况呀？这不配合 ？K 万杰斯 ，K 万 K 万杰斯，好吧。啊，贴这个小小五，说实话真不行。你这个，你丢 DP 呀、啊，肯定。啥情况啊？你走的最快，你懂吗？你往后退，你斩他不就行了吗？丢到你脸上了，他又没分胜负。不是等他回来再斩，不是死定了吗？这个。对吗？你在干嘛呢？你解释一下。你丢 DP 啊！你丢 DP， 我空中我就斩他了呀，我跟他一起过去了呀。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直接放大斩他就死了，你为什么放小斩加大斩嘛？大斩也放了，他要救你，你死就死了呀。我先放个小斩，看看输出够不够，然后看不够我再放大斩。我先问你，你是不把大斩放了？你吃了毒吗？你是不还有什么用？你敢死呀！别逼逼了，我去打个魔晶吧，帮你。没事，兄弟们，草也没用了，现在已经记了，打不过了。已经记了，已经记了，问题是他妈都这装备了。随便打他，随便打兄弟，我无力丹，你妈不是把他们斩碎吗？说实话，我没见过，我这把没见过无力丹，很牛逼的样子，都是斩下。就下播了，下播你别搞了，皮鞋。我搞，别搞了呀！我已经无敌了。下播看我表演，兄弟。我们先上去把仙子杀了再回来，怎么样？可以可以，别着急走，我有跳，我有跳。就很重，不能说好吧？我们的配合就下面。我先踢，我先踢，我先踢，你们先，我先下去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。你们在传，传。我帮你们检查，你们检查，检票口，检票口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！天哪！我死了！哎，我被递回来了，兄弟，我又回头了。哎，现在又死了！哇，这是也能传人吗？还有这么？打满了，打满了，兄弟，打满了，这不？框大了，我操！没事，这不打满了。哎，怎么死完了？我操！可以啊，这身都死了，都死了，都死了，就一个，就一个。我破灵感了，破灵感，卡坑了，卡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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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兄弟，兄弟，我他妈加没了，我操！可以，可以，你们去，你们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剑圣啊！喂，喂，什么意思？你又买，我不想买了，我怎么办？兄弟，被他妈虚空照大了。啊！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下波基地是吧？下波基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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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波基地去基地了，兄弟，别搞了，下波基地，下波基地。我看这波感觉一个完美无敌斩切入，你知道吧？兄弟，我都知道他在蹲，我下去帮兄弟们检查一下，五个人在门那里守着，兄弟们还敢下去吗？啊！下波基地，下波基地。哎，我反正是死不掉的。我们这边已经打不过了，兄弟们，我继续把先人单杀了，好吧？我还得我秀他们，好吧？我林肯了，高地图了，我林肯。别弄这，兄弟，上路我不回去了，兄弟，上路我不回去，我直接带线等下拆基地准备。你们操作一下，我上路带，朱哥等下换个飞鞋准备拆基地，我们。啊，没钱没钱，怎么家庭条件就飞鞋？感谢不如 K Y 送魔法术，感谢老板。这个逼，你妈魔法术还收的心安理得，我操你妈！哎，他们是不是被我击退了？干你了，击退了，我就干你了，我就干你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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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你了。怎么有眼啊？哇！为什么有眼啊？愣住的。打完主播下去，剑圣级演员，张成军的。为什么有眼啊？这波但是他们推不了，虚空再来，他都快掉了，兄弟。兄弟，没事，我把下线给逼了啊，下线把逼退。我这时候只一般会发一件事情，帮帮我。你又怎么办？这个拖时间啊？可以，你两兄弟可以。拖时间呀、啊？有水平。还骗个兄弟，兄弟不亏。等。牛逼牛逼！嗯，那咱咋办呢？哎，剑圣这英雄真不行，我发现了，真有点垃圾。兄弟，这个时候斩灵开吗？兄弟，回中，准备打他。那你没瞬间，你斩上去连血都不掉，有什么用啊？说实话，我刚为什么先知都斩不死啊？有什么用啊？因为你没有瞬间。我们有没有什么配合啊？没有，我想过了，没有。你到底哪个逼喊的冲拳啊？不结束的吗？拆三路，哪个逼喊的冲拳啊？举报剑圣还有用吗？哪个逼啊？是皮喊的。我没喊，好像是。我没喊。啊，这波我受不了，好吧，哥们一马当先。虚空没用，杀小弟，杀小弟。有眼，这边。我操你妈！放个炸药的！我来买，兄弟们。
我吃串儿放大了。我也吃了，我也吃了，我也吃了。你也吃了？我也吃了，我也吃了。这里不是动物。打你的那个，我来买，我来买。别买了，别买了。我的买，我的买，我的买，有机会。你这有盾兄弟，你这斩人掉，你斩人掉铁锅。操你妈，张成军！斩人掉铁锅。别是你妈逼的，太变态了！我操你妈！你真的太变态了，兄弟！爆了爆了爆！爆枪爆枪，直接爆！赶紧爆枪，兄弟！别别别！爆枪了爆枪了爆枪了！爆一把！我说排吗？有点怕，我有点怕。路遥在排，我有点怕。哎，路遥怎么没在排啊？路遥估计在洗，他还在他妈给弹幕洗，兄弟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洗。先排，你先排。这把游戏打完，好吧，我只能说，刚好去厕所了。这把游戏打完，我只能说 K1 对不起。哦，